在现代21世纪存在的族群，它并不是锁在那个历史博物馆的那个原住民，就活生生就在你我的左右，因为我们彼此需要，我们彼此丰富。让阿公阿嬷讲讲看部落的故事，这样的话当然自然而然会对这个部落所命名的故事会有一个认同。满载轻松报。